如梦，我平息终是一场空。一幅愁平淡笑容，其实如龙一出手机关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成雄。望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与谁戎马，竹浪飞花，他凌霄舞黄沙。云霄雨霁夜水中花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曲孤蝉轻似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我倒是谁来坏我的好事？哼，原来是你这个废物。如烟，今天是我们大婚之日，你竟然……哼，你这个废物，不会以为如烟是因为喜欢你才答应嫁给你。告诉你，等今天灭了谭家，我看你这个废物今后如何在街上乞讨。亏我父母那么疼爱你，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若不是为了我柳家，我断然不会委屈自己这么久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谭云在，你们休想染指谭家！啊！你这个废物，胆敢辱骂本少爷！喂唐管家还要在我们拜天地时献毒酒呢。哼，死了便死了，我爹你晋升灵太境八重，就算失去今天这个机会灭他谭家，也只是从兵不血刃到费点功夫而已。走，我们先到大院去。你不能死。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你第一世放在鸿蒙之心内的残魂，
你本是至高无上的鸿蒙至尊，却被卑鄙的始元至尊和刑天至尊联手击杀，他们无法消灭你的神魂，所以诅咒你万世轮回。如今你已是最后一世，如果再次死亡，你的神魂就将灰飞烟灭。你说的都是什么？我不明白啊。鸿蒙至尊转生之后身体极弱，需要生死契机方能觉醒，如今时机到了，就让我还你万世记忆。小心！为什么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机会极好，他们只有你死，整个神界才能得到进化。原来如此，始元至尊，刑天至尊，你们等着，我一定会飞升神界向你们复仇。谭云哥哥，你在哪里？玉清，谭云哥哥，义母让我来找你。难道玉清是他的转世？玉清，待会儿我和柳如烟拜堂，你就不用去了。你现在立即帮我去买一套新娘嫁衣，要你觉得最好看的。谭云哥哥，我身份地位配不上你，但我会一直爱你的。玉琴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管家，时辰到了，如烟已经回来，你快去看看鱼儿怎么还没回来。啊，老爷，老爷息怒，属下这就去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云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如烟都到好久了。管家，婚礼开始吧。管家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属下没事，属下这就开始。管家，不必了，我谭云和柳如烟，今日不可能，以后更不可能。